运海盗桶。起见，输家先出第一件，我错了，这很第一件，这很刺激，一翻两瞪眼，没有猜，没有啦，底哦，一二三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哦，有一个咔的声音，环节，这完全靠运气吗？哎，小聪哥，耶耶，哦呦，差正一点，还那么多洞，对呀，哪那么没有那么快啊？是啊，真的没那么快。不用怕啦，哎呀，旁边哟，我用你那这边的，哎，越来越少了，没有插到底，没有插到底，插好，插好，班杰，班杰要插到底，有推进去，要推进去，推进去，对，到底了，到底，要整个卡好，越来越少了，要卡好，卡好，哦，跳起来就没有喽，这个为什么会那么紧张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这到底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再按下去，对对，要这样卡进去才有，才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睡睡睡，不用怕不用怕。天哪，前面还有没有动？好刺激哦！天哪，干脆一点，干脆一点，干脆一点是吧？干脆一点，好不好？用力用力擦，用力擦。没事。哎哎哦哦，要换我吗？差不多了，别出来别出来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差不多就这两三个了啦，所剩不多了，就差不多就这两三个了啦。对啦，用力用力用力。哦。差不多了哦，感觉这边比较危险。处理，没事没事，处理，这么直接啊？让你回去睡觉。没事，真的吗？你那边剩下三四个孔而已嘛，稳稳的啦。没事，班级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已经要结束了耶。没事，我们通常都不会玩那么久。对啊，这个玩得很后面，哪那么刚好？四分之一的机会啊。一二三，这边有三个洞。剩四个吗？这个好不好？来了。白痴！白痴！我就不会去找他了，就那一边就好了。还要过来这边？恭喜28500元的奖金送给班杰、蔡宜珍。